啊，你好。还有什么值得回忆？还有什么话记得提起？自从那一天你突然疏远了我，而你却忽略我心中的感受。是我曾经亏待了你，难道你真的不再领情？在我的心中有次无病死亡，你始终永远冷漠我的对待我，我觉得问心无愧，为什么还要黯然掉泪？以往的日子里我一切都是顺从你，我黯然的痛苦，我默默的容忍，到头来只是无缘无故说分手。到底为了什么你要如此的疏远我？我想要知道你给我一切伤痛的回答，你什么自由，什么理由？你又给我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。还有什么值得回忆？还有什么话值得提起？记住那一天你突然疏远了我，而你却忽略我心中的感受。是否真情亏待了你？难道你真的不再领情？在我的心中有着无比希望，你始终用那冷漠态度对待我。我觉得问心无愧，为什么还要黯然掉泪？以往的日子里我一切都是顺从你，我黯然地痛苦，我默默地容忍，到头来却是无缘无故说分手。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要如此的疏远我？我想要知道你给我一个正确的回答，是什么理由？是什么理由？你要给我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。好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OK。